嗨，大家好，我是吴长进，我现在来到了乌克兰的基辅，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是北京时间1:09，然后下午在这里的话是要减五个小时，现在是早上8:09。我现在原本以为，因为你们跟我说大概10几度到20几度哎，然后我穿那么厚，结果全部人家路人都穿短袖的。我现在里面都是汗哎。啊，那阳光明媚。Hello， 大家好，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11日的7:06，也就是北京时间12:06，半夜凌晨。去的是一个比利时餐厅，然后呢，其实我就是来看看他们吃的。其实因为这几天要拍 MV， 我就是要狂脱水，来大家看一下。现在看起来像下午，其实已经傍晚了，就因为这是7点钟。这边刚他们说大概就是9点，好漂亮哦！我给你们看一下周边环境，然后大概是9点钟才会天黑，因为9点钟他们才会闭上眼，因为阿杜唱闭上眼就是天黑啊，好冷啊！你觉得今天中午吃那顿饭怎么样？中午吃饭。开始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就是我的，我之前有说过，就是之后我再也不要住房车，可是这一次我还在房车上，可这一次不是住，是我的小花容园。耶，就给你们看一下先。我给你看一下外面，然后这里是一个还没有建好的建筑物吧，还是什么一个工地？对对对，我给你们看一下外面。天气好，这里是有那个餐车，可是他们说我只能吃沙拉。Just like this. That's it. And of course your legs. Shoot. Yeah. Okay. You can. How are you? 欢迎来到灰头土脸世界。请我们一起来捏泥巴。Сразу Костенька поправьте, так могу постерпеть,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ак. When you singing, you just always open eyes. Open eyes and camera fly and you just and da da a little bit, yeah. Okay. Okay. Okay, everybody, please.